大家好，我是阿海，我现在云南七进，今天在市中心这边找到一个公寓房，只有30多平，是有电梯的。下面呢就是靠近市中心，这边车水马龙，人也比较多一点。往那个最高塔呢，那里就是七进的标志性建筑，第一二人民医院呢就在这个斜对面啊。这边是有三个电梯，一层楼。这个房子呢也可以短租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或者一年都可以，稍微租一年呢价格就少一点。这边的左手边呢是做饭的厨具、橱柜，那边还有个冰箱，这边是卧室。右手边过来那边蹲坑的卫生间，有洗衣机，那边有热水器。这个里面的水电费会比较便宜，水费呢4块，电费呢5毛。这边是一个冰箱、桌子，一小个厅，这个房间小一点。这个床是1米5的，这边还有个衣柜，晾衣服的。看看这边的位置吧。对面呢就是古城新乡的夜市，刚好在市中心嘛。这个就是西片区。这个房子呢，短租1个月1300，短租2个月1200，短租3个月呢是1100，如果租半年以上呢只要1000。到时候让房东呢就加上那些做饭的厨具啊，是用电磁炉的、锅碗的在里面。你看这边还有菜刀、砧板，这边是油烟机嘛。冰箱、洗衣机都有，到时候那边还要加一套被褥就行了。